指甲剪不行，指甲剪最好不要往里面剪。 手上也有的很少，特别少。我们手有也都有甲状腺，但他们都自己转过之后，人家也就不长。对手上是的，你看这个也往肉里长。对，你看我指甲扎红了，看到没？那条缝就指甲扎的，你休息一下。 看这个缝，就这里，这边估计也有，因为这个地方你看鼓了，这边也有，那角度很好修的指甲，别动了，好，这里。 这里面咱也扎了这一条缝，这边严重一点，这边小少一点。